你好，我叫 Ashlyn。我十岁。我是澳大利亚人。我住在泰国。我有辆跳狗。我的学校是 Nest， 他们是我的朋友。我的爱好是游泳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哪国人？你有什么宠物吗？你几岁？你在什么学校上学？谢谢。